台湾顶尖综合格斗好手齐聚一堂，为 Port FC 举办的第十届 MMA 格斗赛站台宣传。本届赛事不仅邀请24位国际好手来台较劲，还特别和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合作，推出台湾道丁 T 恤义卖活动，将所得的五分之一回馈社会，广招全台热爱综合格斗的粉丝们，一同为生命力量加油。We wanted to work with them is to, you know, encourage people to come watch the show, 5月9号这个比赛。We want people to come and be inspired. 就是我相信有来看，你不只是看一个格斗赛事，你来看的是这些选手的精神。综合格斗是现代武术中发展最成熟的主流运动，包括国际知名的 UFC、ONEFC 等都是相当热门的格斗联盟。目前也有不少台湾选手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，包括散打冠军金刚刀张锦雄、钢铁猛将黄玉仁等，而他们也从竞技的过程中找到生命最纯粹的渴望。在这个环境里面的人，在练习也好，比赛也好，其实在这样的场合当中，你在练习的场合，在比赛场合，其实你可以感受到的东西是一种生命力，我觉得那个是很重要的。为什么会继续坚持下去？就是我觉得要突破自己啊，所以很辛苦啦，非常的辛苦，但是我觉得突破自己之后会得到另外一个新的人生。听完选手们感人肺腑的访问，身上血液逐渐沸腾起来。这一次，未来娱乐台也提供转播服务，各位热爱综合格斗的观众朋友们，千万不能错过。未来体育新闻采访报道。